老板、啊，我看你内底有凤梨啊、洋葱啊，还有一挂牛肚、舌头，还有什么物件？够侪啊，系啊。够侪行。牛杂。大骨。你是拢当天现做的嘛？系啊。没有没有，没有没有，那洋葱啊，哥哎。啊。他那个学生，他的教了教完了，我一场楼上我买了，看，变成这拽。我呀，我做完了先放那里拽啊。等下哦，等下看那个大骨啊，骨软嘛，骨走了。哦，先放水果跟洋葱，然后再放牛骨。你看，放个甜粉出来。嗯，先把甜粉给煮出来就对了。啊，这个是一个甜甜的呀。嗯。这也不加味精，什么都加了。这米熟啊。哦，天然的味精。你这蛋的哦，加来放果干这黑料哦，这个另外放的是我的。嗯。恁这炖菜也怪我的。这个台湾进口的。哦，台湾进口的。哦，这个还放什么？哦。哦，这个放什么？来，主要炖汤包的。哦。就是这么话，你放汤炖的炖汤包落去，啊，我放的这料。哦，就是每一种食材都是不同时间放下去，然后捞干净之后再把它一直下去就对了。安尼哦，卫生问题啦。嗯。这个是什牛膝盖啊？哦，膝盖骨。有吧，爱吃用那红红的物件。啊。这卡当骨。还有卡当骨。你要吃一包，我吃，我看你的战场。好。我吃一包，我正吃，还吃还卡当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打开你家准备。好，谢谢。现在。嗯。你要怎么吃来吃嘛？好。
在台南啊吃牛肉汤，它的蘸料啊，第一个就是姜丝，配上酱油膏，然后再加一点点的白醋，就是台南人吃牛肉汤时候的标准配备。今天叫的是牛杂汤。这个是牛的膝盖骨，那上面有很多的胶质啊、牛筋啊，就是老板非常热情啊，就招待我们吃了这个。他说这个是天然的维骨力。相似啊 ，QQ 的，胶原蛋白很充足。所以是，伊是家己来还是跟马云做伙来？无，伊迄个从咱大南市进入福建的。啊。所以日本电视台冇来访问过。告谁啊？告谁？伊个谢长廷嘛，谢长廷，下伊卡着我在人市场，我市场人我叫鱼我做，啊，鱼美人好来，我鱼美人。传说来摆，我刷片啊，鱼丸三百元，啊，鱼丸个三百元，对，这两样摆没有特产。啊，咱我伫。就是伫北部啊，几乎就是无看到这种牛肉汤啊。有啦，较少。即马有人去开啊。嘿，较少啊。无做像安尼啦，咱做火锅啦。好，做火锅。做火锅啦，有去你开台拢做火锅啦。嗯。做些做用牛肉汤啊。嗯。他们加火锅无啦，拢差不多，拢差不多迄个火锅较济啦。火锅比较多。